哎呀，你干嘛拍我啊你？那我拍你呢？三更半夜拍什么夜景？骗鬼啊！我来还钱的，随便说什么你都信的。 我来找我女朋友，女朋友都可以，哎，不见的。你干嘛穿我的衣服啊？你找到她没？我的东西呢？那些化妆品嘞，我已经擦在脸上了。怎么办？陪你睡觉当做赔偿好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！ 我想带你去看下东西啊！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每天都去买一把伞，你真的很傻，而且每一把都不一样，有这么多伞挡着你，以后再不用睡在巴士上了。